两个宝贝说要吃雪糕，哎呀，给他买回来了，还有他爱吃的这个鸡蛋灌饼，还有我爱吃的这个凉面。开门。妈妈，妈妈回来啦，宝贝，看，把吃的来了，这是你的鸡蛋灌饼，哦，好不好吃？是小妹妹的雪糕，你看里边是什么样子的？有一个小机器人的，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一个玉米的，还有一个脆皮的。我要这个。一一个。机器人的。那给我哪个，朵朵？谢谢，给我玉米的。好。清凉解暑小表味，吃谁得劲儿？买个冰，送个棍儿。老爷。